台北的三创园区开幕在即，但市议员却质疑内部设计有自行更改设计，育成中心怎么成了餐厅呢？因此在今天上午呢，市议员呢是大动作前往会刊，或遭到三创人员强硬的拒绝。三创方面以施工安全考量，还有商业机密为由不放人，双方僵持一个小时。为什么不能监督？我就叫你开路就好了嘛，让大家进去。不要推挤议员，现在大家推到我进去，我都不能进去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议员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口角推挤，全因三创开幕在即，市议员要先行进入会刊，却遭拒。不要只是不想说场面太火爆吧，这已经明显妨害公务，所以我立刻会来告发郭守正。要实地勘查，因为市议员质疑三创施工没有依约规定。八楼到十一楼是要做什么？做一般事务所紫色的部分，就做所谓的育成中心。现在竟然打算把它改成餐厅了，还没去看过，都没有看过，对。因为这个是属于附属事业，本体事业营运我们都看过了。三创内部到底有没有更改设计，市府似乎也状况外，但若真要等到开幕才发现确有其事，恐怕也已经为时已晚。记者蓝金发展请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